望着破裂墙壁，寂寞化做回声，或是静了一刻，得到幻听，无法来寻找你，都可听着你换了表情。欢迎大家来到黄言说音乐会。如回南时习惯，明人想休息片刻，你背影闪于我眼，如梦想一起进餐，迎接急声气压，凝像冷静似壁画。小鹿心乱困。我自己的故事呢都是在台北某个地方开始的。我在三年前啦，即是2016年的九月啦，我就去到台北的女巫店唱歌，跟住就被发掘，跟住就出道啦，跟住出歌啦，跟住出碟啦，然后故事慢慢走慢慢走，就走到今晚就有自己的第一场的个人音乐会啦。这个黄言说音乐会已经去到最后冲刺的几日了，最后几日就开始了。咁跟住今日是我哋嘅第二日的 rehearsal， 好紧张咯！即系呢排朝早劲早醒咯，即系六七点就自动扎醒啦。咁跟住扎醒，成个人就非常之紧张啦。即系哎呀，得翻几日啫咁样。咁其实我紧张嘅位置就系、是、唔知道到时会唔会发台湾啊？即系会唔会练习嘅嘢，跟住一下子就唔记得晒咁样。咁但系呢两日我入嚟即系 rehearsal 啦，咁就发现啲嘢诶 smooth 晒咯，同埋开始想象到时上到台嗰个情况，咁就多翻少少信心。收咗啲驚喜咯，你哋驚唔驚喜先？我都好驚喜啊！咁呢個驚喜就係、是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用一個 rock look， 呢個 rock look 我呢一生人第一次見嘅咋，同埋呢個電吉他都係我呢一生人第一次攞嘅咋。咁我嘅第一次就奉獻咗俾大家咯。咁夠唔夠先？其實唔夠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我都真係苦練咗非常之多嘅驚喜嘅。咁嚟緊呢一個咧，都係另外一個驚喜嚟噶。其實差不多了，那個function呢首歌是令人覺得你肯衝破你自己的一個boundary嘅啫。每一個 show 你有每個 spark 有每個某一個function，要你彈呢個就係令人哋喺唔同嘅位置開始見得到你。你咁你作為 singer songwriter 都唔一定要樣樣嘢識噶嘛，咁但係你都想做呢件事，係想攞誠意嘅啫嘛。哦，梗係啦。那是這樣子的。青色的侧脸，拆着春来出现，风起时吹。
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，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，其實我想問你嘅，點解要聽歌嘅？因為我哋都係即係會自己寫歌啦，跟住佢自己演嘅。咁我覺得兩個即係有 creative 嘅人談下情，應該個作品或者個合作應該幾大火花。電話開始多，從不對我說，不習慣一個人生活。離開我以後，要我好好過，怕打擾想自由。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看你接着这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。之後我哋唔知會見到我，我覺得我哋只要即堅持住自己嘅信念，覺得自己做得啱嘅，或者有啲乜嘢好想做嘅，就繼續堅持做落去。我覺得咁就足夠啦。最精彩的部分大家密切留意，王彦揈吉他唱得好，非常好的是揈那一下要努力一点的，我覺得整件事不如由今天開始定個限制就練揈那一下了。我覺得向前，吉他向前，系啦。